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苹果。那个什么土豆。马铃薯。马铃薯，你是不是看太多抖音了？台湾的儿童教育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刘某人开始生根，他看着这个跟我说土豆。有你土。等一下呢，我就带我两个侄子一起来完成。小朋友最喜欢的什么？蘑菇羊汤。然后为了让他们营养均衡，有蛋白质呢，我会再搭配一个嫩煎鸡胸。走，出发！大家好，我是最受小朋友喜欢的。好尴尬，就刚刚呢，我是爱草哥哥。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。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觉得超赞的儿歌《蘑菇浓汤》以及《咕咕鸡油》，我觉得他们的旋律很棒，画风也很有质感，我马上就丢给我侄子来看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就带我两个侄子一起来完成。小朋友最喜欢的什么？蘑菇羊汤。然后为了让他们营养均衡，有蛋白质呢，我会再搭配一个嫩煎鸡胸。那这两位就是我最可爱的侄子啦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是哥哥。嗨，浩浩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叫刘成浩。大家好，今年几岁？七岁。七岁，快要八岁。快要八岁，那你是谁？弟弟洋洋，来跟大家说嗨。你害羞个头啊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第一次要跟 uncle 一起做菜，喜不喜欢？哇，肚肚都出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剥蘑菇哦。我先跟费宝们解释一下，很多人会想说蘑菇到底要不要洗啊？洗完会不会吃了水不好炒香？我觉得其实你一般买回来上面还是很多土什么的，所以我一定会快速过水，把泥沙剥掉。重点是你一定要把它完全沥干就可以用啦。要帮 uncle 了吗？你们就像这样子，把它的这个剥下来捏开，然后身体这样剥开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六六，用力！我不小心把梗飞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没有觉得好奇他叫我叫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露露 uncle。你知道露露是谁吗？是我的乳名，刘露露。你有觉得 uncle 跟你们长得很像吗？这打不开啦。不会打。打过。蘑菇，你长得最像蘑菇啦，你蘑菇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。进入下一阶段。那小朋友先去洗手。我先去。为什么要洗第二次？两个掉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洋葱。没错。那现在我还可以得到糖吗？他确认第三次，我可以得到糖，可以。你到底有多爱糖啊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苹果。哇，哥哥猜这个是什么？那个什么土豆。马铃薯。马铃薯，你是不是看太多抖音了？台湾的儿童教育从这一刻开始。我刘某人开始生根，他看着这个跟我说土豆，有你土，这是马铃薯。抱歉，抱歉，刚刚怎么？那现在我还可以得到糖吗？确认了第四次，我还可以得到糖吗？我们这样子备料就已经完了，等 uncle 一下。还是不要生小孩好了，才开始五分钟，小朋友真的好可爱。这个是什么？让你们猜得出来吗？没了，没了。不是，它是瘦的，瘦肉。它是鸡胸肉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煎那个鸡肉，让你们营养均衡。蚂蚁呢？嘘，不要这么大声呐，会被发现。你等一下害 uncle 被那个荧幕前面的费宝笑吗？费宝是谁？费宝是我的粉丝。好嗨，你知道 uncle 很多粉丝吗？不知道。你就用手。哦。第六感生死恋，你就左摸摸，右摸摸。哎，不能掉出来。把它摸一摸，拍一拍，然后翻过来也拍一拍。好，
肌肉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我们按摩均匀了才怪，根本没有，我等下再来帮他按摩。来，你帮我先加油，打开盖子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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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火锅要加油了。什么东西？火锅要加油了。火锅要。我炒了炒了炒，可以吗？你炒的好棒啊！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洋葱炒到它变软啊。浩浩看起来很有翻呢。浩浩，因为你平常都有在看Uncle做菜哦。对。你每个礼拜天有看我做菜？你没有？跟你回去啊。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没有陪阿妈一起看？没有。还是阿妈现在也没在看的？阿妈没在看的，都要看新闻。阿妈已经没在看我的影片了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帮哥哥把这个，你有办法用手夹吗？你是拿多一点？看这个画面，我就已经很疗愈了。对准，怎么这么可爱？铁石心肠如我，酒精狂战士如我，都要被他们两个融化了。这样可以吗 ，Uncle？ 可以，你炒得非常棒，非常香。助理主持呢？这边呢，其实如果你要认真做的话，你要把蘑菇炒到它会先出水，然后出完水之后，你要把它收干到表面上色，煎到恰恰，再加后面的材料。但因为今天我们是小朋友特别节目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加高汤就好，不想等。我来加鸡高汤进去，加进去它就会变蘑菇汤咯。哎，你们没什么反应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它加进去就会变蘑菇汤咯。为什么？爸爸没有，爸爸没有 cue 你，爸爸。我这边有准备马铃薯，这个就是我在家里做蔬菜浓汤。我需要这么认真解释这一集吗？要。就一般的我们做浓汤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之前做那个高丽菜浓汤，就是你要加马铃薯去增加它的浓稠度。今天我们这一锅已经这么满这么浓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光靠它本身的浓郁度就够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不用特别加马铃薯，那可以加一些啊，加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全部。我要全部。那才好吃，对了，才好吃。好，你被烫到了吗？有没有？不是，没事。不过下次丢小丽一点。啊，是我刚刚丢下去的时候，对不起 ，Uncle 给你洗嘞。好好，对不起。还有一个东西要加，谁可以帮？我要加胡椒粉。这不是，这是月桂叶，你闻看看。胡椒味，它是一个草的 味，不是，放进去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先加少量的盐巴跟胡椒，但是因为是小朋友要吃的，我们就最后再来试咸味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放着让它煮一啊，对不起，我说怎么好温呐，好温。那这一锅呢，我们就要放让它煮。它现在看起来是蘑菇汤还是蘑菇浓汤？蘑菇汤。那你知道怎么让它变浓吗？我知道，把它煮熟之后打成泥，我们用泥巴，泥巴打成泥巴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等一下就一起吃土，好不好？我快吐了。好，那在等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？要等汤煮熟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最期待的，你这次来找 Uncle 最期待的，吃它。我们来跳舞。
好，那我们把马铃薯跟蘑菇都煮软了，接下来要把它打成泥，变成浓汤。但是这个动作很危险，所以你们不能靠近 uncle， 知道吗？嗯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把落叶拿出来了。落叶，嗯，月桂叶，落叶。为什么你要拿出来？你们离我远一点，你们离我远一点。快帮拿那个帮 uncle 一下。接下来超级踏，所以真的要非常注意安全。要救大人呀！完成。你说它是什么泥巴？烂泥巴。喜欢喝烂泥巴吗？不喜欢，所以就不要给我喝。我可以吃一小口，可是如果开饿的话，我不要喝。很难，可是看起来也很饿。我在荧幕面前是不是看起来慢慢的没有耐心的？我要试一下它的咸度跟那个糖度，糖度没有糖度，就只有咸度够不够？我们等下不要喝。你回来炉火之后啊，要用非常非常小的火，如果你火太大它会喷哦。放着小火保温，然后拌一下。记不记得刚刚这是谁腌的？我腌的。又不是你，为什么要抢弟弟的功劳？好，哥哥看起来不买单，没味道，不够咸吗？不够。你又还没喝，你在那边，真的没味道吗？等一下被你讲的话好像有点，那就很好喝。那你吃那个肉，肉喜欢吗？本集呢就是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做的蘑菇浓汤，但是小朋友不一定会喜欢咯。妈妈做菜给小朋友真的要很强的心脏哎，你也会弄得这样很认真，结果他们这里有一点塞冰。喝，放着。浩浩，你干啥？谢谢小题大做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我觉得他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还有更多更棒、丰富有趣的儿歌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。都可以一起听歌跳舞哦。那下次再见喽。那你换你说，下次再见了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拜拜，洋洋跟镜头说拜拜啊。拜拜。先这样喽。你戴耳机。好，我戴。你不要控制我同事。这样你听得到吗？你的耳机里。好。我是真的快要疯掉了。你先吃。我刚刚是不是露出没耐心的？我刚刚是不是治了一下我侄子？